日前举行的2016美国影评人票选奖，由艾玛史东、雷恩葛斯林主演的《越来越爱你》拿下八项大奖，包括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原著剧本等。雷恩葛斯林所演唱的《City of Stars》更获得最佳电影歌曲。而在近日公布的第74届金球奖入围名单中，《越来越爱你》获得多项入围。明年初的颁奖典礼也令影迷们十分期待。女星 Natalie Portman 则以《第一夫人的秘密》饰演贾桂琳·甘乃迪一角，拿下美国影评人奖的最佳女主角。她将贾基光鲜亮丽又坚韧不拔的表面下那段不为人知的悲痛、绝望和冲击诠释得丝丝入扣，细腻演出，触动人心，让许多影迷引颈期盼的《海边的曼彻斯特》也是大赢家之一，获得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女配角和最佳剧本等三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该片男主角凯西·艾弗列克暨歌坛独立电影奖、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后再度获得影帝的奖项。